几年前呢，我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 Eric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非常紧迫的一个条件的影响之下呢，我们需要寻找一间适合我们居住的环境，让我们孩子呢可以健康成长的一个地方。那么 Eric 呢，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呢，就马不停蹄的、日以继夜的，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呢，帮我们找到一系列的很多适合我们符合条件的一些居住的住址。我们很庆幸我们跟他合作。在这个过程中呢 ，Eric 给我的印象呢是非常专业、非常老实、诚恳，更重要的是非常的厚道。基于这些条件呢，如果有朝一日有一个朋友问我，如果他有兴趣要成为一个房屋经纪，我会推荐谁？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：如果有一天我陈志才不想演戏了，而想转行当房屋经纪的话呢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找 Eric 成为我学习的一个对象，他甚至可以成为我的偶像。在这里呢，恭喜你 ，Eric， you are number one。